你说你现在家大业大的，还需要自己来刷墙吗？哈，没钱啊，小姐，你知不知道我是咬着牙把这里租下来的，也是希望用这间打个样板，试试水温，看看能不能做出一点成绩。如果我所愿，能够吸引一点客流量的话，那也算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边呢，有很多淘大的学生，又有很多艺考的美术生，他们的审美都不错的，我觉得有的搞。我也是这么想。小镇青年不缺生活的钱，缺的是梦想的钱。将来这里一旦成功，我打算把这里变成一个以摆摊还有文创品为主的复合实验区。 你本以为我汲汲于名利，但却没想到向往之诗与远方。我只是想不通，瑶瑶为什么会对你上头呢？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我当时跟她说我有女朋友，而且是你。如果你还是担心的话，那回头我找时间再跟她说一说好不好？不用。 我去跟他说，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方式。嗯，我不想让他难过。他出去，我不要他来了，我不要。妈，你把陈小曼赶出去，我不要他在我家里。哎呀妈！瑶瑶，什么？你别吵！瑶瑶，你别闹了。我哪儿闹？明明就是他，他跟柯野明明都在一起了，装什么不知情啊？ 小美，什么情况？三叔，三婶，我跟柯岩在一起了。我跟他是开镜之前在一起的，当时在忙着开镜，我就没说，没想到这件事情让瑶瑶误会了。你们开镜的时候就在一块了？我当时恨不得24小时跟着他呢，你一点风声都没透给我。 哎呀，姐，你够厉害的呀！闷声干大事啊！你有什么关系？我陈勋啊，啊，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不是，这姐跟柯岩的事儿，那你跟柯岩？哦，你也喜欢柯岩呀？彤彤，嘿，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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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们老爷们别掺和我们的事儿了，你们先进屋。过来，彤彤。 话跟你说话，走。那三婶，我先上去了。哦，怎么回事啊？啊，有话不能好好说呀？明明就是那陈小满早就跟柯岩在一起了，他就是为了气我。你哥刚才问你的话。 是真的，你也喜欢柯岩。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啊！哎呀，咱们家孩子这么优秀，这么出色，肯定能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啊，是不是？回头妈帮你物色行不行？物色一个，物色十个，物色100个，你随便挑。嗯，他们都配不上我。 少，对，配不上你更好啊！妈妈还舍不得把你嫁出去呢。<笑>行了行了，不哭了啊，乖乖乖，乖，啊，好了好了呀，哎呀，好人厌的陈小满，刚外面那么嚷嚷，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怎么弄的，瑶瑶喜欢上柯岩了，知道我跟柯岩在一起，不高兴了。还有这种事儿啊？狗血吧！太抓马了吧！那
我肯定不会让的。什么狗血虐恋大戏嘛？啊，妹妹喜欢男友，然后就让给妹妹了，怎么怎么？太夸张，太夸张了。不能让，凭什么让给他啊？不过，你妹之前和柯岩很熟吗？她怎么那么上头啊？哎呀，你今天这是唱的哪出啊？马老，我想帮您梳理一下您在御窑市一直以来的一些功过。我的功过啊？啊，那梳吧梳。我直说您不生气啊？说。您来御窑也十多年了，对吧？嗯。那比起工艺，那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您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谁都多。您受人敬仰，他们都喜欢你。哎，大马老，您有想过为什么你想做的事情一直办不成吗？为什么呢？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别碰萧何一身灰。就是因为这样，才会遭人唾弃嘛。我还遭人唾弃呀？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嗯。您不是办了个春信市场吗？嗯，我也去勘察过了。截止目前为止，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小商铺所组成的市场。嗯，您做的节节失败了，为什么？为什么呢？您缺帮手。谁呀？比如我喽。哦，嗯。再说，那些商贩们纷纷只想着眼前的利益。所以无形中提高了门槛。嗯，您口口声声说是要替年轻人办，而这群年轻人恰恰是想租，他租不起。年轻人不来，自然没有消费力。而如果把整个御窑市摊开来，打造成一个以文化古迹为基调的地方，想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旅游打卡，那我们就势必要提供一些大城市里面所没有的东西。嗯。什么东西啊？那些更美还有感受的东西你没有提过。嗯，好像有那么一丢丢道理。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我今天穿成这样，你有什么感受？糙二味儿。所以你这就是老板的感受。嗯，我跟我合伙人不一样啊，我们真的是去了那里，跟所有年轻人一起刷了墙，知道他们的感受，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嗯，这是不是靠你或是我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关键是他们。哎，明白了，你下回再装修啊，你把我喊上。我告诉你，以前我家呀，过年的时候我刷墙刷得很好的，一底两面。我刷墙是把好手。哎，这墙我是已经刷好了，您还是专注投资吧。来，喝。你辛苦了，你喝。我正好有个项目需要您大力的支持。你看，你绕了这么大一圈，终于绕到主题上了吧。说什么项目？回字楼。回字楼？我想把回字楼里面的年轻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品牌，就回家。回啊。投啊。你先回我再投嘛。您喝这杯，当你投了。哎呀，一提到钱啊，敬您。回家，回家。体验一下，真的。哎哎，你这个实在是太……哎呀，真的，我投，我投，我投。那好。嗯，老板，没睡吧？没睡呢。来，给你炖了碗银耳汤。
一块儿喝了啊。三婶，你气什么？三婶，你坐。啊。哎呀，哎呀，瑶瑶啊，从小就这么个臭脾气，嘴巴毒，心肠软，别跟他一般见识。嗯，我明白。什么情况啊？跟柯岩，跟三婶说说。嗯，其实我们两个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在北京的时候，他是我领导，后来他自己创业，也是带着我，再后来失业，我们俩也是一块儿。嗯，可能我对他的好感，那个时候就有了吧。哦。那柯岩呢？对你是什么态度啊？啊，他不是来玉瑶考察吗？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帮他。突然觉得，好像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总有对方在身边陪着。慢慢的，我们两个就决定在一起了。正好，看得出来呀，你是真心喜欢人家。那以后三婶可就把他当自家人带了，找个时间，请他来坐坐，正式见见面。嗯，行了，那早点睡啊。嗯，以后有什么事情早点跟家里说嘛，哦，免得闹起误会。嗯嗯。三婶晚安。哎，晚安。老陈，老陈。嗯。哎，你说，怎么了？膀子疼啊？没事，没事。哎，你说，小满要是出嫁的话，咱们出多少嫁妆合适啊？啊？嗯。出嫁？当然了，这种事情不要提早准备的。你也不能准备的这么早吧，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一把脑袋，什么八字没一撇的，你知不知道啊？小满早在北京的时候就跟那个柯岩情投意合了。早就在一起了？是啊，刚才他亲口跟我说的，说在北京的时候就喜欢人家了。哎呀，这回你也不用担心柯岩会惦记咱们疾风了。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之前点过柯岩，可人心隔肚皮，你谁知道人家心里面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家小满？你要真的担心的话，嗯，你看，就让小满他住疾风了，对不对？小满跟疾风没了这层关系，你就不用再担心柯岩会利用小满来操控疾风了。你说的那么简单，我刚刚收小满为徒弟，怎么可以说放手就放手？哎呀，想做你徒弟的人不多了去了，我们再收不行了。嗯，什么事情比小满的终生大事更重要？你说，收徒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更何况这次是开黑镜，那动静闹得那么大。是，小满的终身大事固然重要，可是我们老陈家的记忆不能断在我的手里，万万不可以。哟，你这人，这怎么就能是断了呢？啊，这样就断在你手里了。这两箱放在那个墙底下就行。好嘞，哎，云姑，轻一点啊。好好。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有点事儿就往我这儿跑呀？那我还能去哪儿？谁让你是我姐呢？就是想到你这里来安静安静，不可以吗？那你安静着吧，我走了。姐。云姑，我先走了哈，下次有事你吱声啊。好，谢谢。
您不走了。姐，小满和柯岩谈恋爱了。这小子动作可够慢的，就为了这。嗯，这件事情徐曼这段时间老在我边上吹风，想让小满离开疾风，也不要再学陈家的手艺。我都说了小满做徒弟了，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就别拿孩子当借口了。徐曼的心病跟在你这儿，你这是自作自受。姐，疾风我得守住了。徐曼对疾风的执念还不都因为两个孩子。你要是心里这么纠结，你就顺了他的心。其实你这个师父没那么重要。要我看，小满即便不跟着你学，他也会走得很远，比我们都远。也许吧。你呢，就好好带着小童，让他跟你学手艺，跟徐曼学经营。以后就把疾风交给小童。疾风不能交给童童。为什么？姐，还不到时候。跟你说说话，心里好受多了。我走了。这个呢，是疾风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客户花名册。里面所有人的资料呢，我都是整理好了的，也打过招呼了。妈妈把这个交给你，你把它包包。啊？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是对管理感兴趣吗？妈妈希望你能把上面的人变成自己的资源。嗯，说你呢，多学着。那妈，你叫我过来干嘛？一会儿让你哥陪着你到人事办入职，到设计部报到。这我回来还没玩够呢，我爸都没说什么。玩什么玩？围着那个客运下转悠。不是，你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那破事还用我说呀？谁都看见了。啊，行了行了，听妈妈讲啊，以后逢年过节你们必须到这些花名册上的叔叔阿姨们家里去拜个年问个好啊，以后你们就是妈妈的左膀右臂了，公司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好好学着抓起来。那我爸呢？我跟你爸爸终归是要退休的，你们给我长长心啊。许曼，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要早做决定，要对自己负责任呢。我来晚了。新一批下岗的名单马上就要出来了，咱们两个肯定会中一个的。也许两个人都保不住，你怎么打算的？我也不知道。现在也没有积蓄。三儿跟我说，说广东那边现在机会挺多的，问我要不要去闯一闯。好呀，你带我一起去吧。不行，走南闯北的怎么带你啊？你什么意思啊？
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不是，我是去找路，而且根本都不知道路在哪儿。还给你。好。啥事？什么叫啥事？我什么指望都没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从医院出来，我就一直跟着你，就怕你做啥事。你不知道，徐曼，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说，我一直都喜欢你。我早就应该让我哥哥帮我打进医院的事，我早就应该攒够钱给你爸爸看病，我早就应该把所有这些都告诉你，就不会让你受这么多委屈。怎么样？我坏了他的孩子。不是。来来来，大家排好队啊，一个一个上，慢点，慢点，不要急，不要急，注意安全啊！大件的行李往后面搬，不要急，不要急，注意安全。请您多自豪。大哥，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一起见次长了。许曼答应和我在一起了，我们想出去闯闯。你和姐姐照顾好自己。你看这些上面都有好多的桂鱼，你发现了没有？嗯，桂鱼桂富贵有，就去见了行。这些呢都是鲜花肉油，一直陪着我不无聊？不无聊，挺有趣的，而且我发现你来这里真的会更开心啊。有吗？有。小时候我爸爸经常带我来这儿，他最擅长的就是仿古嘛。那个时候他会把这些瓷器还有碎片背后的故事一个一个讲给我听，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在几百几千年前那些手艺人一点一点的把它们从泥巴捏成形，有的时候会恍惚一下，就好像在跟爸爸对话一样。你有想过几百年后
你的作品摆在这里的感觉吗？那我得从现在开始努力了，做得漂亮一点。你有信心吗？嗯。开镜结束之后，我打算趁着这波热度，举办一场公益性质的园区比赛，所有御窑师的新手都可以拿着自己的作品来参赛。这次的主题刚好就是你们家擅长的仿古，有没有兴趣啊？我可不走后门。那你要多加油哦。程姐，您今天把大家叫得这么齐，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们说吗？啊，是这样。小柯之前不是提出了一个公益陶瓷日的比赛？哦，程局是这个事儿啊。我们那边场地已经腾空了，随时可以开始布置。我们之前已经跟程局提议过了，这次比赛呢在老街举办。您用不着提议了，我们早就跟程局说好了，在我们小镇办。程局是这样的啊，这次主题是仿古，那在老街举办的话，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了。再说我们这次的主题也是为了要推广提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这与我古街改造的方案十分契合。柯总说的有一定道理啊，但是我们当时举办这个公益项目提出的概念就是新旧文化的碰撞，仿古与创新相结合才是我们需要着重体现的点吧。为此呢，我的策划团队出了个方案，程局您可以过目一下。现在小镇的人流都是市集引过来的，把市集和开季全部都进驻到小镇里面，现在酒店订酒店还凑门票，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会做出来的事啊，意外吗？那些比赛放下了？哪里办不是办，比赛而已嘛。小满也会参加。小满，我说你怎么这么容易放下呢？一条路走不通换了一条呗。那小满有信心吗？反正我相信他，他一定会有信心。哎呦，哎，夜幕低垂，我抬头看见满天的繁星，我红着眼睛放慢了脚步，结束了一天梦境，放空自己，安静着记录疲累还要多久才能过去，不定义问着想要的什么，直到那束光温暖着我，指引着我怎么做？怎么爱上你 ？Black is white, I saw me。身在黑暗中 shining。料色不要太多，不然太涩拖不动。八景头里，你只要能够完成一幅，就算我们试图合作了一个作品。不着急，加油。直到那束光温暖着我，指引着我，我终于看见 The moonlight shining。柯岩主导的老街改造和市集进展顺利，而拜师以后的我也沉浸在学艺的快乐里。虽然这段时间我们忙到很少见面，内心却无比靠近。想到彼此，内心就充满力量。
色美，身在黑暗中摔跌，趁着光去遨游，过去的黑暗提醒我善变。The lake is white, I saw me， 黑暗中摔跌，不停追寻着想要的，是什么值得能束缚？你叫我来就是看这个，这不玉窑满大街都是吗？他做的。谁做的？小满。这小满做的？哎，你别说，还是挺厉害的啊。嘿，行吧，你放心交给我吧，我最擅长夸大其词，一定能给他包装成一个业内的大师。嗯，我觉得这次没必要，他有足够的实力了。对他这么有信心呀？啊，这次虽然是个公益活动，但是业内关注度还是很高的。你确定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看，漂亮吧？漂亮啊！但你漂亮不漂亮，不都得让人看到了才行吗？你拿来吧，给我。轻点的，我来，我来。好好好好好，来。行了吗？哎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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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放心。哎，这，哎呦，哎，放心放心啊，走了，拜拜。哎，轻点啊。走了。小满，嗯，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拍的，好看吗？拍的还挺好。嗯，我能不能把有你的这些素材剪成视频发到网上？啊？因为我前几天来这边玩，我就录了一些 vlog， 我发现大家还是挺喜欢看的。但是你把我发上去。谁愿意看我呀？嗯，我跟你说，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气质，和玉瑶这边的慢生活特别契合。行啊，你要想发的话，发呗。好嘞，嘿，我看看这一段。邓哥啊。嗯，你在北京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啊？你来的这些天，其实我一直想问，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看得出来你不开心。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告诉对方的。到底怎么了？嗯，我把北京的工作给弄丢了。嗯，我知道，我跟你借的那笔钱对你来说意义挺大的，所以我找了几份兼职，下班我做兼职，周末的时候去推销。我就想着，我赚多一点，然后赶紧把钱还上，累一点，我没关系。都跟你说了，这笔钱不着急还。
但是我可能真的脑子太笨了。后来白天在公司，我就是跟不上别人的工作节奏，工作出了几次纰漏，领导就把我给劝退了。这件事为什么不早跟我说？我没有脸跟你说。我们离开家这么多年了，我就想着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呀，只要努力一点，肯干一点，总会有回报的，对吧？这半年我没日没夜的干，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了。有好几次我晚上一回到家，我就下意识地喊小满小满，但是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圆圆已经不在了，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你在玉阳，我们两个人如果经常见不了面，也不联系了，我就连你也没有了，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好了，哭了不哭了，说出来就好，别让我知道。姐，哎，来晚了。哎，没事儿。电影已经开始了吧？开始的是有一会儿了。你不是从我姐那来吗？你怎么看着心情不是很好？没有，就是有一种和过去的自己告别的感觉吧。多亏了小满，该说出口的话终于说出口了，没什么事情过不去的，总归还是要向前看嘛。向前看。那为了祝贺你开始新的生活，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祝你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不要不要，我怕托朋友买错，这是我昨天开了一宿的车去上海买的。无功不受禄。我没送过女生礼物，你要不收我就尴尬了。希望你喜欢。嗯。电影也看不成了。下一场我也买了。嗯。夏意。哎，你怎么一直住叔叔这儿？为什么不去和姑姑住呢？嗯，我小时候就跟三叔他们住在一块儿啊，而且我姑姑喜欢安静，不喜欢被人打扰。跟三叔他们习惯了。那这么听起来，你姑姑好像也是很厉害的人。那是，我跟你说，我姑姑可厉害了。她小时候呢就练功笔，现在她的作品那是一剑难求。那你姑父跟姑姑为什么要离婚啊？你姑父干嘛的？为什么离婚我倒是不知道，但我姑父好像是搞那个商贸的。本来我之前跟他也是接触的不多，他们离婚之后见面几乎就没见过，倒是俊俊我们至少还能见上几面。哦，他好像现在在他爸公司干活呢。嗯，之前知道你家庭不错，但没想到这么不错。不对劲啊。你刚才就一直在说关于俊俊的事情啊。嗯，你是不是对我姑姑有意思？陈小满，你说你故意的吧你？姑
不，我就了解了解嘛，了解了解，行吧，我们格子姐又坠入爱河了。嗯，我们才刚认识，哪有这么快啊？再说了，跟头我算是栽够了，再接触接触。嗯，对，你就再接触接触。嗯，你们两个呢，我都认识，我也都不做干涉啊，你们两个就跟着感觉走。嗯，不过好歹也是你弟弟，也算知根知底。嗯，别的我不敢说，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嗯，他要是敢欺负你，我揪他后脖就给他扔到我姑姑面前。那你说到做到啊！啊，拿捏。小满，嗯，我想了想，我还是出去找房子吧。为什么？是为了一抹颜色争取，一再告诉我自己不可以畏惧，但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我该何从又该何去。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学会控制了情绪，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也是你们留给我的惊喜。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我愿意在这里从惊醒。